传说中有这么一所学校，一到酷暑，就会出现一个叫夏天的女生 ，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她的甜。听到她的名字，令人全身冒汗，浑身发抖，容易出现突发性不知缘由的心悸、焦虑、歇斯底里。这个夏天，令人闻风丧胆。闻风丧胆的夏天，你们知道吗？夏天。要来了！哎呦呦呦呦！天哪，一听到夏天要来了，我的肾啊又开始隐隐作痛了。还有我数学这么差，夏天全还要让我做数学题，算高了还要挨骂。夏天太残忍了，洗不定前148个人直接送你。不会有人比我更惨了吧？夏天要我一天24小时盯着成绩单，一有什么风吹草动，立刻向他汇报。我黑眼圈都出来了，你们都不知道心疼人的。你命由八不由你。我觉得我们绿油油的，好像韭菜。既然夏天这么可怕，我们一起摆脱它吧。好主意。我这里倒是有退堂鼓的门票，但是只有真正想远离夏天、没有世俗欲望的那种人才能去。那肯定是我喽！反正这一次我肯定不会让我的手机放一分钱。我不带充电器，谁的消息我不看。考进年级前48也太难了，果断放弃。不是吧，不是吧！现在还有人出门带手机的吗？我什么东西都不带，我最没有世俗的欲望，让我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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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年的票真的好卷！我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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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什么？这次走心不走肾，只要我充100，就会有父亲大人充1000，100换1000。怎么就半天就忍不住了？不像我，我只会心疼我的甜甜。怎么可能？终于休息。妈妈来了，女儿等我。1+9+99+999+9999。你在干嘛？我在帮我女儿统计呀。Yes， 今天收获丰富。你超好看的潘丽泽绝绝子，你要不要？你要不要？哎，你们一个个都说要逃离夏天，这么快就光速打脸，把东西都给我交出来。好，原来你算了算了，我也不装了，我要去拥抱我的夏天了。等等我们，夏天我们来了。